记住啊，千万不要最后一个上电梯。为什么？我倒想试试。千万别试，你不知道啊，我们科都传遍了，因为电梯里已经有一个人了，只是你看不见。 今天你辛苦了，二十床病人要特别注意一下，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电梯。好啊。放哪儿了呢？马姐，你找什么？啊，没什么。可能放在包里了。我放在包里了。我应该放在包里。
创造这个医学记录的是我国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半岛医院院长林思远。爸，没事吧？胡师傅能够活到现在，也算是个奇迹了。即使发生什么意外，你不要为我操心。倒是你自己，心思也放在工作上。林医生，啊，早。林医生，啊，早。哎，林医生，哎，你好。电梯来了，快点，快点。林医生，进来啊，愣着呢。谢谢啊。手术还是成功的，要注意并发症的。记下来。哦。合并全息衰竭，哮喘五年。医生，我还有希望吗？我来帮你们申请手术。不过你们一定要明白其中的风险，心脏移植对病人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哮喘一定要控制，不能复发，否则对麻醉来说困难很大。不会的，哮喘病人啊都会把药带在身边最方便拿的地方，只要一喷马上就缓过来。再说了，他有好久没发作了。喂，你好。你好，张医生，我是每日医讯的记者，请问您承不承认自己的论文是抄袭的？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啊，您还不知道，现在有同行质疑您的获奖论文是抄袭德国医学期刊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您有什么要回应？谁来过我的办公室？到底是谁？林医生，他过来拿两本参考书。没事，我先走。
怎么了？满头都是汗，是不是病了？还是被鬼吓到了？我刚才遇到鬼了。不过，不是我让鬼吓到了，是鬼让我吓到了。真的？啊。我还有事，等一下找你。林医生，别打扰我们工作。谁打扰你们工作？ 外面下雨，白天没带伞，知冷知热的，还懂关心人，这可不像你啊。什么是林医生？这个病人一直是我在治疗，也是我给他申请的移植手术。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他的申请表撤掉？林医生，请注意你的态度，我才是心外科的主任，有权利筛选手术申请。他才16岁，如果不接受手术的话。 很可能活不到成年。如果手术有70%的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你负得了责任吗？起码他有一次机会吧，活下去的机会，失败的责任我来承担吗？手术成功率关系到医院的声誉，不能让一个病人拖了后腿。声誉比生命还重要吗？林飞，不要以为在美国多读了几年书就真成专家了，论临床经验你还差得很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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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
上病人快不行了，您去看一下吧。就是林飞，是我是，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协助调查。你是不是弄错了？跟他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前一天和死者发生过冲突？是发生过冲突，不过跟……那好，请跟我回去一趟吧。
张主任出事那天，我可是在场的。他死的时候呀，就像中邪了一样，从楼上砰的一下就掉地上了。哎呀，太可怕了！我们老家的先生说了，这个月啊，金木道行是阴间拉人的日子。你们可别说了，吓死人了！咱们赶紧穿衣服，赶紧走。喂，林院长。白洁，哎，白洁，那我先走了。昨晚怎么不接我电话？我手机没电了。他们只是问了我一些情况，最后发现张主任是严重的抑郁症，是自杀。别这样，林医生。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爸？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的事跟他没关系。林医生，我们结束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人是会变的。难道你怀疑我？我还有病人要照顾。在干嘛呀？明明可以躲开的，想什么呢你？什么都是会变的，对吗？想白洁了？35床的病人要多加留意。嗯。那我走了。好，拜拜。拜拜。生日快乐。你怎么来了？白洁，座位保留到6点。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呢？
心都死了。有的人死了，可是他的心还活着呢。胡师傅，你在医院那么久了，有没有听说医院发生过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啊？你是医院长大的孩子，这儿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你呀？嗯，我是说不平常的死那种。啊，胡师傅，关于电梯里的传闻你听说过吗？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胡师傅，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里面有20封信，情书。还有，这串手链也送给你。好特别的手链，在哪儿买的？是我妈妈留给我的。这太有纪念意义了，我不能要。还有你的一封信呢。嗯，有事不要请客啊。他一年就升职改高人一等，成天居高临下的，傲什么傲啊？我师父哪个医院不治死人啊？我一护士我就不是人了，我怎么气着他了？哎，这叶大夫啊，傲是傲了点儿，可那人是好人呐。我这个病啊，那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可您这么有文化的人，那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您说是吧？不能错上加错。别以为能永远瞒下去。把那个资料给拿走了，他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呢，我可只告诉你了啊。小刘，啊，医生，我来。你们科东西真多。哎，不好意思，等全院评鉴之后，我们就把它搬走。没事，放我这儿吧，这鱼还挺可爱的。这可是欧阳医生的宝贝，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就麻烦你了。胡师傅，师宝曾经抑郁。地下十八层。
为什么显示成地下十八层？这和这几个死亡事件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马护士他们都经历了一次地狱之旅，所以就他们一定都看到了什么，那又是什么呢？你怎么了？还不睡啊？快了，睡觉去啊。对了，爸，我想问您，在这个医院那么多年了，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电梯的传说？什么传说？没听说过。那你怎么看待马护士、张主任跟胡师傅的事？作为医生，尽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事情已经过去，不该你管的，不要去胡思乱想。睡着了，哎，现在不是在值班吗？我也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你们主任跟白洁呢？他们去楼下查房了。欧阳，怎么了？啊，我刚刚看到你后面跟了一个人。跟一个人？眼花了吧？一个女鬼啊！是不是前一段时间的事把你吓着了？亏你还是个医生。算了，当我没说。白洁呢？在地下室拿东西。白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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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
应该是我问你啊。我不是说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会比兔子还快的出现在你面前。我没说过我需要你，但我想你需要这个吧。谢谢你，我找了好久。其实，我和欧阳什么都没有，你信吗？你说的我都信。
亲爱的叶子，我就叫你小叶子吧。你是一个好医生，而我同样也是一个好医生。我们唯一的障碍是你离婚了，还有个孩子，可这绝对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今天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来学校讲学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讲座很令人兴奋。芝加哥的冬天过去了，树上的新芽让我想起了你。我在印度街给你买了一个手链，已经寄出去了，希望你喜欢。林医生。哎，你好。林医生。啊，你好。林医生。啊，白洁呢？白洁去查房了。哦，你忙，我等一会儿。对了，马护士平时吃的哮喘药都是在我们医院配的吗？对啊，每次都是我和白洁帮他去药房拿的，他在包里放一瓶，在抽屉里也放一瓶，可没想到那天他把两瓶都忘在抽屉里了。那你忙，我先走了。烧糊涂了，你刚才昏倒了，我帮你量了体温39.5度，欧阳医生来过，也没查出什么原因。没关系，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你就在这儿吧，这样我还能好好照顾你。没关系，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真的。他是前段时间我们科室收的病人，车祸，脑部受伤，深度昏迷。林飞，你需要好好休息。嗯。
是心上。怎么了？昨天晚上谁值班了？哦，情况还是有所改善。希望他能很快苏醒过来。密切观察吧。其实，你爸打电话找过我。我爸打给你做什么？他说，你快要和一个学历背景好的女孩结婚，和我只是逢场作戏，叫我不要骚扰你，影响你的前途。白姐，这些都是没有的事。相信我，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故事，你想听吗？说吧。很久以前，有家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医院想把事情压下来，但主治医生不敢，他宁可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也非要把事情捅出去。是个好医生。是个好医生，不过后来被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然后自杀了。然后呢？过了几十年之后，除了几个当事人知道以外，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当年的当事人接二连三的出事，两个死了，一个疯了，现在只剩下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当事人。你觉得他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或者他就是凶手？你是指？
我脑子最后一个问题是吧，要不要帮你检查一下免费的？我知道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我脑子转啊转啊转啊，我很难受，真的。动机推论有时候是很有道理，但不能光凭动机下结论。我问你，要是有一天白洁跟了我，但我死了，其他人是不是可以说是你把我杀了？ 证据，要么是无辜的证据，要么是犯罪的证据，找到了，你就好受了。我偶像。 喂。 林医生，请进。我问过大家了，您说的那几天，应该只有您和白护士进过张主任的办公室，是在2月26号下班后6点多，您拿走了两本书。林医生。 那麻烦您跑一趟了，这责任重大，我真担当不起。好嘞，你这个我真不能给你签收，这是我们院长的信，知道吗？拿好了。不，求求您，我这头一天上班，我求你了，我这不撞就撞的吗？我还刚上班不久呢。怎么了？啊？林医生，您看这信都成这样了，我怎么给他签啊？ 没事儿，收下吧。那我给签了啊。谢谢，谢谢。以后小心点啊。叶子，我恳求你，不要再纠缠这起医疗事故。胡伟的情况很适合心脏移植手术，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供体，而脑死亡的肝强是最好不过的供体。 希望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历史性的手术。如果你仍然坚持要曝光这起医疗事故，那我觉得你一定从没在乎我的感受，也从没在乎过我们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不如分手吧。我请求你，为医院，更为了我们的感情，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吧。 林思远，爸，有一件事，你是不是一直没有告诉我？你说什么呀？叶子医生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和我有关？哪儿来的？你
您是他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可您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1985年2月26日，就在您写这封信的2周后，您就完成了亚洲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把脑死亡的运动员肝强的心脏移植给了胡师傅，对吧？因为这件事，您才成为了医学权威。 如果当时叶子医生汇报了肝强的医疗事故，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医院的名誉，还有您期望已久的供体，对吧？爸，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人，张主任、马护士死了，胡师傅疯了，下一个。过来，又不是警察，轮不得你来审判我。下午还得大手术。 这个病人出院了。对，他苏醒了。白洁，林飞现在状态有些不对，我有点担心。他现在在心外科手术室外面，你叫他到我办公室，我跟他聊聊。去吧。 你怎么来了？来看你啊，欧阳医生说你最近状态一直不好，想找你聊聊。对不起，我现在真的走不开。来了。 喝咖啡吗？这串佛珠是你给白洁的。怎么了？妒忌？不是妒忌，是好奇。因为我这里还有一颗。哪来的？电梯的控制室。你也应该找了很久了吧，欧阳。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了吗？就是档案室那场大火，一个椭圆形的鱼缸注满了水，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一有阳光就会燃烧，大火一烧，鱼缸一破，档案全没了，真是高明。只可惜你晚了一步。我爸爸大概是担心那些陈年往事被翻出来对他不利，已经把档案借出来了。 一个好医生，不光要有好的想象力，还需要严谨，做得好。继续。当然。所以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你不但是医学博士，还是自动控制专业的硕士。对你来说，控制一下电梯的电路板，应该不难吧？
地下十八层。但有一件事情你怎么解释啊？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女鬼，一开始我也不明白，直到我看见你们科室里面那个大脑深度昏迷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女鬼，对吗？你以为我是神仙啊？有法力能控制鬼？你当然不是神仙，这世界上也没有鬼，你只是用催眠的方式让那个女人在医院里游荡，造成有鬼的假象，然后让人们心生恐惧，这时候你再出手，对吧？欧阳，别忘了你在德国留学期间是当地催眠俱乐部的资深会员，人家网站上现在还有你的照片呢。现在圆满了，这个手链是我妈给我的，曾经有一个爱过她的人把这东西送给她，但那个人很傻，他完全不知道这手链的含义。这手链的名字叫咕噜咕噜，来自印度教，是一个用迷惑的方法来惩治坏人的符，是复仇之神。你就是叶子医生的儿子，可你不觉得你这样报复太过分了吗？过分？一点都不过分，还远远不止。妈妈，我家里带的东西呢？妈妈，你今天有手术吗？猜对这么多，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六岁的时候母亲死了，你最好的朋友死了，连你朋友的心脏也被人偷走了，
那请问你的一生会是怎样的一生？ 我妈妈死了之后，我姨妈把我带到德国。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我妈妈在我眼前死去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脑子里面重复，让我不得安宁。 当我念完医学院回国之后，却发现这些人居然没有一丝丝良心上的责备，所以我应聘进这家医院。我要让他们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好医生，在这座医院的地下二层，因为他们的过错死了。你这不也是在犯罪吗？ 你也会死啊！死并不可怕。我30岁生日那天，突然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会选择去死，因为她不想和这个不仁不义的世界同流合污。再告诉你一件事，我查出脑瘤。 时间本来就不多了。怎么样啊？手术很成功，放心了啊！谢谢。你怎么在这儿？宁妃让我等你，说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好吧，我去换件衣服。连我爸你也不放过？他对我妈做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医生都不能原谅的错误决定，现在却活得那么光彩，他是最应该下地狱的一个。那我告诉你，你没有机会了。 把监控信号全接过来了，从住院部到综合楼有一段距离，你根本来不及过去。一会儿，他会按下一层的按键，后面的事情你就清楚了。不过这次我要弄得简单一点，电梯自由落体，从10层直接掉下去。院长，你不能坐电梯。 爸，你没事吧？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欧阳。没事吧？ 你猜的没错，是我报的警。如果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病人的种种反应，那我就不是一个好护士了。我怀疑过你。
但我更愿意欺骗我自己。欧阳，用一种仇恨去报复另一种仇恨是不应该的。谢谢你把你妈妈的照片寄给我，我会珍藏的。